那谁当讲，你也讲一下好了。哦，幸运英雄选择卡。太难讲了，都已经玩到不知道讲什么。反正我觉得现在就是刚有娃娃吧。欸，为什么旁边那个不见了？哦，烦死了啦，不玩了啦，一直爆满，一直爆满。而且这个太多啊。哎呦，你知道电力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啊？工作吗？